开始，先带来关心到桃园社区竟然出现一颗未爆弹。就在今天下午，一名清洁员在打扫时发现了中庭内有一颗疑似生锈的未爆弹。警方获报之后，立刻来到现场拉起封锁线，军方的防爆小组也出动带走未爆弹。但是这消息已经让不少住户受到惊吓。社区内拉起封锁线，因为中庭内竟出现一颗未爆弹，把居民都给吓坏了。没有清洁了，回收厂那边发现的。警方一看，陆军的弹药，就请那个大溪的陆军。一号下午两点多，桃园芦竹区一间社区清洁员在打扫时，竟意外在中庭发现一颗疑似生锈的未爆弹，立刻向社区管理会回报并报警处理。就怕发生危险，警方到场拉起封锁线，陆军第六军团的防爆小组也赶来带走未爆弹。不会害怕，怎么不会害怕？我们住在这里很好啊，为什么只有今天发生这个事？社区民宅出现未爆弹，真的让居民好担心。表示住了快30年，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状况。只是这未爆弹到底从哪来？警方建设小组在现场采集基证，并调阅附近监视器，要厘清这未爆弹到底是谁放在这里。解林柱强团报道。